好，我哋今日再赞一赞阿里巴巴 crossover 八达通，系啦，阿里巴巴与发达大道，系啊，真系发达大道呢啲啊，吓个道谢道路嗰度，系吓，好，阿里巴巴进军香港金融系统嗱，呢个好紧要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哋如果你有留意翻咧，我哋之前讲过。蛇年完結，馬年展望的時候呢就叫大家留意兩隻馬，一隻叫做馬雲，另外一隻叫做馬化騰，究竟即係馬化騰搞 social network 跑出啦，定係馬雲搞翻呢個 B to B， 跑出，咁結果咧，你靠咩起家呢？你都是靠那樣嘢頂住嘅，馬雲想搞呢個 P2P 啊，peer to peer 都是有啲唔係搞得掂。哇，醒啊！搞八達通賺咩咧？唔係賺八達通啊，係啊，真係賺香港。因為嗱，呢啲咪叫做科技同金融結合咯。佢解決咗好重要嘅科技同金融結合咯，但係解決啲人性問題。我想講，即係科技同嗱，大家冇留意開科技嘅咧，不如聽下落水男講下究竟佢哋係點 crossover 嘅。我見阿佩奇好想知啊，即刻，因為呢個我都幾留心啊，好多女性都想知，係點解好多女性想知咧？因為其實咧，以前一路令到呢個淘寶好難增長嘅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就係 credit card， 因為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咧，覺得用 credit card 上大陸網站找數，你個個人資料上大陸好似感覺上唔安全，安唔安全我哋唔知啦，但係感覺唔安全。但係用八達通有個好處。八達通如果你嗰個卡係做咩 set 萬一八達通嘅話，其實本身嘅資料冇乜個人資料入邊噶嘛，咁你嘅嗰個現金上限都限制咗噶嘛，即係話然後即係佢唔可能攞到你更加多嘅錢，而你輸曬咧都係輸曬入邊嗰個預設嗰個50蚊啫，咁大家就好安心啦。但係即係倒輸啊，倒輸俾你輸盡都係50蚊，咁你就好放心去玩呢個遊戲，即係買嘢。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你個交易都快速咗好多，因為而家連你上網去做嗰個，但係你買唔到酒咯，因為八達通有個上限。係，但係你貴過五嚿水嗰啲酒買唔到。但係通常咧，因為淘寶大家都知道賣嘅係乜嘢嚟嘅，即係比較低面值嘅cheap 嘅嘢，係諗住賣正版嘅。你有冇幫襯過淘寶啊？一兩次，我覺得好煩嘅。如果香港人去做呢件事，但我都係托朋友買，我寧可 eBay 嘅，但係但係因為之前譬如我哋做雜誌會買啲 pops 影咧，你其實影一次就抌噶啦，冇多時啲嘢。梗係買啲 cheap cheap 地，梗係買 cheap cheap 地嗰啲噶啦，同埋直接送到 office 啊嘛，連搬都慳翻啊。一落完 order 影完散，咁你又爽啊嘛。買張 sofa 嗰啲真係抵嘅喎，抵啊真係，搬埋上嚟喎，平嘅 sofa， 影埋上嚟影埋。諗點抌啫，你可以唔抌，但呢個就解決所有問題，即係香港其他，我覺得其他零售產業都要諗呢樣嘢，其實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個交易成本降到咁低？你作為一個女性，你原本都係託朋友喺淘寶買嘢，而家會唔會有新嘅諗法咧？咁我而家都，如果係用八達通，我會自己買喎。因為方便又唔使增值啊嘛，即係你唔使買嗰張卡。嗱，我覺得成件事咧，仲有一點，就雖然好抵賺，但係都仲爭一點嘅，就係之前八達通咧，咪講有好多關於佢個人私隱嘅問題出過嚟，收多咗錢，同埋扣錯錢嘅問題嘅。咁我覺得扣錯錢個問題咧，有得解決啦。點解？因為咧，阿里巴巴唔容許你咁做。哦，係啊，呢個係真，係咪？你一間八達通事少，你搞到我同馬化騰嗰場嗰場嗰場大戰，你冇搞我係咪？佢一定會透過結盟咧，會搞掂嘅。反為你個人私隱嗰度咧，馬雲就可能唔理你嘅，係咪？你有話曬佢喺內地，我都見怪不怪啦。唔好咁講，你唔到，你唔到，原來就係你唔到啊！咁所以。我懷疑咧，即係八達通最當前金務咧，就係講下個人私隱嗰樣，即係譬如佢都諗，你又諗，你又諗，喂，都係可以試下買多啲嘢喎。但你可能第一個諗，都係私隱嗰個問題咧。嗰個係典型電子商貿第一個關卡嚟嘅，唔係錢嘅問題，唔係交易嘅問題，唔係貨源嘅問題，唔係收唔到嘅問題，而係我俾咗我啲嘢你嗰個問題，係咪？咁呢個就最主要需要解決嘅問題。咁但係呢個結盟咧，我覺得係值得抵賺嘅，因為發揮咗一樣嘢咧，就係。邊個話香港搞唔到科技啫？搞到啦！我哋今日喺生產力促進局後面即係睇下你點睇啦。前面都得嘅有人話，我哋都喺生產力促進局斜前面，係咪講下
其實你只要真係掕到金融去搞科技咧，有得搞嘅。所以大家喺度諗咩四大支柱定六大產業？我話不嬲都唔係四大支柱、六大產業好耐㗎啦，係四大支柱 cross over 六大產業啊，應該係四成六啊 ，24 咁你就有得搞啦。呢個先至係香港將來嘅出路咯。所以呢個今日咧，八達通咧都係抵賺，值得抵賺嘅，抵到啦！